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谢霆锋的近照，虽然是知名人物，不过谢霆锋装扮严实，低调赏美景，听路人唱歌，听着歌曲旋律，谢霆锋不时点头配合，看起来是十分享受的样子。听完之后，谢霆锋一个人悄悄低头离开，似乎是不想打扰到周围人的好兴致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，谢霆锋已经开始享受养老生活了吗？虽然是当红明星，不过谢霆锋这次出行却显得有点孤单，相比于王菲同游时候的浪漫场景，这次他显得有点形单影只。谢霆锋戴着厚厚的鸭舌帽，穿一身黑，再加上打扮严实，要是不仔细看可能都认不出是大明星。在太阳的映衬下，谢霆锋给自己找了个合适位置欣赏路人唱歌，旁边都是听歌的大爷，他们也并未因谢霆锋在此有任何举动。经历了几段感情风波后，谢霆锋可以说是越来越低调了，只将注意力放在发展事业赚钱上面，整个人却越来越低调。喜欢就订阅呗。